蛋糕，先来个乳酪蛋糕。哇，哇，好软啊！好吃哎！啊，我看到了头发。我突然发现这个杯子跟我的衣服很搭，小蜜蜂，看着就好腻。好甜，这有点咸咸的，好吃。这个提拉米苏是最好吃的，前面那些要不就太甜，要不就太干。这里面全部都是焦糖，太甜了。那我今天就吃完了，拜拜。